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法案的研商了哦。好、哦，法案的研商。那我们就不参加了，谢谢。你要走，我讲一句话。对不起，我们进法部长没有意见的话。高兴啊，高兴啊，我来讲一下话啊。你听我一分钟你就听得懂。原住民哈、哦，那有关于进法补偿哦，我已经排进下礼拜了，就让国民党官签一签就好了，应该就已经排上去了，礼拜二处理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下礼拜二处理？我们这样子的哈，因为，我们排因为了高经委，因为国民党党团这边已经没有在场，我们的协商也没有办法达成共识，但是我们的法案也不能一直荒废，所以我们所有的法案，我们就啊送院会。依程序处理，好了好了，好不好？爸爸，徐委员这样可不可以？那矿业法也是好吧？这个反正所有的案子就一并到院会依程序处理，哦、好不好？柯总召，矿业法呢？无啊，你就今晚有外公无直接讲的啊？无啦，阿哥院长讲的啊。不是啊，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协商嘛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会啊。黑德，你们私底下再沟通嘛，好不好？执政党也支持矿业法，好不好？没有没有，好不好？进二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子了。你讲什么？我听得懂了。OK， 好，听得懂。好，那我们就散会。答应啊，听得懂。